农委会补助南投县政府向花农来采购大量的花卉，在埔里花卉物流中心开办花艺展，十五号正式开幕。虽然讲规模无过去举办的花展遐尼啊盛大，不过埔里镇农会嘛精心规划，以着各种品种的花卉为主题，来营造八个主题花区。内容也是真有看头，希望借由美丽花卉艺术，会当去民众前往参观，也当达到带动花卉买气的目标。来，掌声！谢谢我们的所有的长官贵宾。埔里花卉物流中心花艺展正式开幕，透过向花农大量采购花卉，经过花艺设计布置，展现埔里花都的好名声，嘛借此帮助农民解决疫情爆发以来花销无路的困境。我们为了帮忙花农哈，来做一个产业促销的活动，以及行销的工作哈，结合农会还有合作社来共同办理这个花卉物流的一个展售活动，希望大家哈出来外面走一走，啊，舒展身心，来到这里应该可以赏心悦目。花艺展规模虽然无像以往举办花展遐尼大，但也是相当有看头。花卉物流中心外口广场利用玻璃生产的特色花卉，布置八大主题花区，展现各种花卉的特色。透过咱的农户，啊，甲咱在地哦相关的这个插花老师，啊，共同分作八个区域，哦，包括这个玫瑰花、爱情花，哦，啊是文心兰，啊荷荷花，啊徽州菊。啊，果然丁丁吼，甲这个蝴蝶兰，吼，以七花部分做主。手上呢所展示的是我们的非洲菊。透过美人推广做介绍，主办单位希望向各界介绍玻璃花卉的品种甲特色。美丽花艺展嘛，希望吸引民众注意，会当带动买花的风气。玻璃花好啊，花很多啦。看到这些会想吗？会，因为我这阵子有在种。难道疫情过了以后，有这些美丽的花可以看，好快乐哦！对，漂亮吗？好美哦！我拍了很多张照片。哎呀，会想买吗？会想买。哎呀，对于心情啊，因疫情的关系啊，在家里待很久，待到闷了，会想买回去看，会很舒服。你讲人来看看，哎，花插安尼，花心情看了较好，人去买。目前内底有一挂相关的，咱场内底有啦。吼，啊，你若讲要较大量的吼，当然会使订购，咱嘛使透过办理来甲卖安尼。伫花卉物流中心举办的花艺展，展期从甲五月底，主办单位欢迎各地民众到埔里赏花，买单顺续来买花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